我想叫你回来帮帮我嘞，你想回来不想什想？么你咋啊？想嘞？Hello，大家好。哎呀，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个售后问题嘛，因为这一次确实鸭蛋发了，然后烂的特别多，这个售后问题比较麻烦。就是我刚开这个店的时候，这个售后是包给人家，让人家弄了嘛。但是确实，因为俺发了这个鸡蛋还有鸭蛋，它是易碎品，售后问题就是比较麻烦一点，比较多一点。然后后来想想，还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吧。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我自己在弄这一块儿，以后大家所有的售后问题都是我一一给大家去回复了。还有一点儿，因为这一批咸鸭蛋也不知道是换了这个托儿的原因，也不知道是这一次腌制方法有问题，烂的有点多。然后因为它毕竟是个易碎品，所以说如果是裂缝的这样的不影响食用，只是会稍微比较咸一点儿。这样的是退，如果你跟我说的话是退1块钱，然后像那种就是裂个。裂口蛋清流出来，像这种的话是全额退款，因为大家买我的东西肯定都是支持我，然后就是想买到一个好的东西，所以说我售后这一块也会给大家尽力做到极致吧。哎呦，快9点了，俺妈她下班之后去修完那个三轮车了，那个三轮车前头轴承确实有问题，今天一开它咣当咣当咣当的很。然后当时是给专人买的，人家还在那个保修期内嘛，所以说去那儿换了。他这个鸡蛋还有鸭蛋都是易碎品，然后之前有那个快递也不咋行，然后所以说这几天我换了一个快递，看看这一家咋样吧。现在这个都店的售后，就是我一个人在管嘛，他这个是有时间的，从早上9点然后到晚上10点，就是必须得一直有人在线儿。而且他这个就是有人当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是必须在3分钟之内回复了。如果就是在3分钟之内你没有回复，他是会扣我这边的钱的。所以说我得一直得拿着手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干到什么活了，一有信息得赶紧回复。商家也是有商家的好处了吧？因为俺这批鸭蛋是我是8号开始卖的，然后9号都卖完了，2天，还有不？就是直到今天啊，还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为啥不上架鸭蛋，不是不上架，只是说一上架都立刻都卖完了。我看有好多朋友都在说，我太累了，让我多歇歇。实际我一天干的也不是啥重活，累活，就是一天小事特别多，闲不下来，就是一天忙忙碌碌的，干干这干干那。一点都闲不下来，每当一天的工作忙完的时候，我自己往这儿一坐，还有点想老公嘞。因为如果他在家的话，反正不管是再苦再累吧，都有2个人一起并肩作战。而且这往前该种玉米了，俺的那个种了桃树，中间空隙特别大嘛，想种点玉米，因为家里养了鸡，后来一结玉米棒了，可以让鸡吃。哎，又是事儿。让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是啥意思。哎，这几天14号，明天都15号了，又该发工资了。问他，看他想回来不行？你下班没？下班了，都几点了，都还不下班了？你明天都该发工资了。记住了。那你每个月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当然得记住了。我有个想法啊。我说我想叫你回来帮帮我嘞，你想回来不想什想？么你啊？咋想嘞？我咋想了？我肯定我也想回去，我比您还想我回去呢。我跟你说啊，就是咋回事啊？一方面呢，我跟外头人真能挣点钱，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回去了，我是怕人家喷我。你忘了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人家咋说我了吗？哎呀！都说这一赔钱给外头都，他这得待不了一个月，有的说也最多待仨月。我就都感觉我给外头待不长，你干不长，然后我回去人也不说我呀。
但是看不住了，回家了。你不能光看人家的想法，人家说想你穿能穿，人家说想你给家都给家，你光听人家的，咱得根据咱自己家里的情况啊。那家里有啥情况啊？那样都是这往前想，那地里还想垫点玉米，然后现在这下一批鸭蛋马上该腌了，然后这个售后问题一开始我不是让人家弄住了吗？然后现在是我自己搁这儿关着了，不管是就是都垫上了这个售后，还有就是之前给这个微信上的这些售后啥的。那你意思是往那个领完工资回去啊？公司规定哈、啊，就是说想辞职了，提前半个月，因为他压了有半个月的工资。不是，我就是问问你啥想法。咱看看情况吧，你要是咱实在忙不过来了，然后我再回去呗，懂吧？嗯，哎，对了，能儿，嗯，明天他那个有个学校有个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说有个免费的亲子公开课让去体验的，你明儿能回来不能啊？哎、呀那我可回不去啊，提前假也得提前一天请，咱们我这个月假用过了。我都说先带他去感受感受上学生活。那中没有啥事了，你在这儿歇吧，明天不是还得早起上班了。嗯，哎呀，臭死我头了！恁妹恁俩谁放屁了？我。你？你臭死我头了！